枪，枪啊，枪。你在吃什么？我在吃紫菜包饭，你吃吗？好啊，给我吃一口。啊，嗯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你做完头发了？没有做头发。你是麻雀妆吗？妈呀！对，你什么时候做？待会儿呗，就陪你录完。就是看看你们在干嘛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基础妆容。嗯、就蛮喜欢这个花的。嗯，就很好看，很立体，而且是我画过你做这般妆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照片吗？嗯，啊，你生日的时候就准备？是。那你这个挺淡的，那个店长好像也是像我这样的雀斑妆，他应该挺适合。你怎么知道他有雀斑妆？就说了呀，说了他可能会有一两个人会是雀斑妆，可能店家也挺适合。怎么？今天早上 K 哥叫我起来说你要赶紧出发了，我说为什么，我说我要再睡一会儿，他说换人了换人了赶紧走。对，你然后就被叫起来。对啊，你早起，我刚特别困。你知道我刚断了好多头发吗？因为漂头发吗？不是，比那个还夸张一点。那个理事在给我吹头发吗？他这样吹吹吹吹，然后就这样子往上一抓，我然后抓了一大，他说完蛋，他说完蛋了，然后我就更害怕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也给我秃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之后他就给我吹着吹，我就看着满地的头发就这样掉，我以为他会掉光，我都不敢洗头了。没办法呀，就是想要好看的颜色，就是新的造型就得要染头发。对，拜拜。为什么？我去做造型了。好吧。拜拜，拜拜，祝你好运。拜拜。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我明天我怎么开心？我感觉看到自己头发很秃，所以就跟这个头发。最近长头发怎么样？反正我觉得太夸张了，但是很适合他，挺适合他的。粉色吗？嗯，他本来不就一直想染，为什么不适合你？这次就是，我觉得颜色是好看，但是我也很烦恼。我主要没有那么多舞台，这套舞台了。拍照片嘛，拍照片拍 MV 嘛。我们本来就是为了这些东西而改变造型什么之类的，所以没关系。欧梦，好帅 ！Oh my god！ YH 美丽王子，月华美丽王子登场。美丽王子，我帅。哦，哎呦，我们都在等你的，哎。你一直想染粉色，染完什么感觉？爽，也听见我们的
从他开始，这是哥哥给你的评价。嗯。要不你说一下吧，你刚刚跟那个花一样，你看那后面，你看那后面那个绒球花。我说啥？我刚才。你刚刚把你刚刚说的说一下。我说啥？来。干嘛那么恐怖了？我们都多熟了，真的是。那你说你怎么说呀？快给我一口，缓解个尴尬。你说的马上就要去录音了吧？换一个话题吧。我好好奇我们的 MV 拍摄现场是什么样子。你可以问冯姐，冯姐她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她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吧。你快说。我们 MV 拍摄现场是什么样子？海边，泳池。明天先公开一点点。啊 ，Paradise， 什么样的 Paradise？ 红姐什么样的 Paradise？ 明天公开。你好像透露的太多了，我们还没有到明天的行程。明天是那公开 MV， 好期待啊！